The art of war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No amount of effort can restore life to men killed in action. Thus, the deployment of war as an option is never an easy decision. 兵者存亡之计, 以死不可复生也, 故曰, 天下难事在于兵。 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 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师父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上香的时候，您向观世音菩萨是请求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啊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啊，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啊消灾免难。 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呐、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荆棘、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 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名声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矛盾。 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
实力主宰是非，公道自然难存乎人心，即便对的也可能被扭曲成错的，这即是现实政治下的窘境，因世人缺乏道德人的熏习，仅存乎义。这个义是技艺，是艺术，是非善恶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经典的根在儒的弟子规、道的感应篇、佛的十善业道经。政治的经典在群书治要360。经典是真理，不会因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化。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3条：世交远而简近邻，互强大之旧而无所破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益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侮大邻，贪鄙而浊交者，可亡也。中国历史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动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泰兴古溪查访，途中遇到2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圣号，有感有应，死里逃生。
胡门品中有一段记子：正松经管处，护卫军政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悉退散。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力之一，能除危险愿，千除祈求千除应，苦海常作渡忍舟。师父，最近在世界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就是在欧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战争。那么大家都想要知道，这种世界上的战争，它有一个因、一个缘、一个果。那它的因又是什么？是怎么造成这种战争？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可以说一直都不断。主要的因呐、这个是杀生。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战争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到屠宰场啊去看看啊，去听听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的互相啊杀来杀去，样样相冤冤相报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啊，这个当中啊，硬要有一个缘呐、那么现在这个缘呐、一般讲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啊，政治方面的一些纷争呐、这个缘呐、也是基于人类啊都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么全球人类在追求的就是利，也就是说科技的发达，那么追求这个经济的成长。主要是为了物质享受，就会增长我们的贪心。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节约的使用啊，那么一直浪费，一直浪费啊，那到最后就不够。那不够呢，大家就要争啊。开始是竞争啊，要经济啦、贸易各种手段竞争。那个竞争达不到啊，就不择手段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那就用抢的。所以现在呢，地球啊，这个粮食缺乏啊，水资源也不足啊，还有啊很多能源的问题，都是各国啊都在争的啊，无论大国小国，大家都在争，竞争、斗争、战争。那我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而且打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那看到呢，造成多少人呢、他受苦受难。那这个也是观音菩萨他怎么来救苦救难啊？也就是教人类啊，不要贪嗔痴。那我们要爱惜啊地球的资源啊，我们要这个好好的使用，不要浪费啊。那我们这个资源呢、就可以留给后代子孙。用得很长久。慈悲是佛教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慈就是娱乐的意思，悲就是拔苦的意思，也就是解脱痛苦嘛。佛教讲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戒杀。那么想要请教师父，为什么五戒当中第一个戒杀是那么重要的呢？好的，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五戒啊，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可以杀生。那不可以杀生啊，不但不能杀人，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啊，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么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父亲这个王国啊，迦毗罗卫国、后来被这个琉璃王啊灭掉。那这个因果就是说，过去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是一个渔村啊，那有一个湖很大，这个村民啊就把那个湖水都放掉了，所有的鱼啊都捕捞起来。那后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琉璃王他们都投胎到印度去，他们是一国，他后来就来报仇了。
就是灭这个释迦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参与杀生，但是他有敲那个鱼头，所以他这一世啊头痛三天，我就敲鱼头头痛三天。那这个就是佛在世啊，他也遭遇到啊，这个他们国家、他们这个族群遭到灭族的一个命运。那么他把这个因果说出来。战争不但是杀生，而且是大规模且残酷的杀生，所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当前最大的慈悲就是停止战争，复归和平，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人有生老病死，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放心吧，这个战争该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和平也一定会再来。复感德王观世音，信敬庙常香光严，会起群盟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梵王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